告丞相，刘金大使孔明当上了吴国公主孙尚香的男朋友，已经获得了吴侯孙权的接见。若是当年孙策，我还惧他三分。如今这孙权，不过是个每日花天酒地的小混混，什么事儿都还得听周瑜的。而那周瑜天生刚愎自用，自认为是天下第一名将，绝对不会答应和刘军联合的。来人啊，给我召唤搜索神器，查一查他们下一集到底要干什么。